qu'ils ont qu'ils ont mort. Ils ont bien sûr qu'ils ont mort. Oh, on doit bien t'en aller, quel con. Mais t'en fais rien, c'est un peu. C'est un peu. Yeah.
的和平，今天才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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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守我们权力的底线，用鸡蛋这种微弱的方式，等一下他后面本来要请他拿来冲我们的水车，冲一冲就完了，明天可能就不见了。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继续的累，我们继续的累，只要暴政仍然存在一天，我们就还在的累，就会抵抗的累，这个招牌。如果还有人丢掉的话，这个招牌不是我们弄脏的，是他自己把自己弄脏了，对不对？今天只是苗栗青年抗暴行动的开始，今天只是开始，我们大家八一八凯道见。我最后还要，我们要跟一些警察朋友。我自己有个人的，我要跟其他朋友鞠个躬。我对警察朋友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有些警察朋友他们被弹砸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我们也非不得已，我们也不会想去砸警察，对不对？非不得已，今天假如只要刘正宏愿意从里面出来，答应我们的诉求，没有这些事，对不对？但是各位警察朋友，是刘正宏今天自己躲起来。就叫你站出来。